喝一下，可以吗？有喝，好不好？好好好 ，OK， 可以。凌晨一点多，绿色格子衬衫男子长相斯文，表情尴尬，因为酒后开休旅车，在路口跟轿车擦撞，保险杆轻微掉漆，但轿车车门撞凹，驾驶头部擦伤流血。本来以为他可能要下车，就照就开走了。男子肇事逃逸，好心路人一路尾随，跟警察合力把人拦下，实施酒测。98号。酒测值0.68毫克，明显超标，正当警方告知基本法律权益时，说我明天要订婚，然后那个等人动。肇事驾驶被上铐带回派出所，料想不到订婚前一晚跟朋友喝酒聊天，酒驾肇事被移送地检署侦办，早上9点订婚仪式大delay。今天订婚应该是来不及啊，因为他的早上我们8点送地检署之后，还需要经过检察官复讯。实际来到男子家，肇事休旅车停在门口，家里大门深锁，但办喜事前被移送，邻居通通有听说，因为贪杯酒驾肇事逃逸被法办，准新郎尴尬指数破表。记者梁嘉文、蔡双琪高雄报道。